大家好，我是阿天，然后今天是2021年12月3号，我早上10点钟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一次我玩的是耀光哈，那想说玩看耀光，不知道说感觉怎么样。那耀光要上谁啊？至少我有阿塔利亚可以上嘛，对不对？阿塔利亚一支的话，可能就可以拿来开路了哦，因为如果说是团队阵的话，他是可以直接开路的。然后有这个朋友跟我讲说，佩吉公主好像打伤害还不错。那罗万应该还是要的吧？那真伤角色的话呢？雷恩应该也不错。好哇，接下来就犹豫了，接下来上谁啊？瑟恩，哎呀，瑟恩我没有练诶。光攻的话，女仆，洛桑也是真伤的，那可是主攻是谁啊？主攻拉库一定要吗？东侯女士好像不大需要哈。东侯女士虽然说很坦，可是打高伤行吗？啊，雷神打高伤好像也没有齁。伊莎贝拉可能可以哦，因为耀光实在是没有什么角色可以选啊。海姆达尔啦，可是海姆达尔还没有练好呢。海姆达尔哦，好犹豫。塞西利亚齁，打王可以用。然后光法吗？女骑士，女骑士不知道行不行哦。女骑士真伤啊，算了，至少这个光攻是309嘛。好犹豫哦。伊莎贝拉洛桑加雷恩有没有搞头？好，洛桑啊，真元英雄只能放两个哦。那就没有什么好犹豫啦。那再来的话是谁啊？好吧，女仆吧。毕竟这也是309。海姆达尔好了，我觉得他伤害够高虽然说我的海姆达尔，但是至少还是有开专武嘛，对不对？好了，海姆达尔。再来的话。没有专30的瑟恩包行不行？奥斯卡的话应该是不行吧。好，真伤角色应该够多了，所以我就选择好啦，瑟恩啦。OK， 好，然后咳咳开始推图吧。刚起床，声音还有点沙哑。好 ，Go！好，一只阿塔利亚应该是可以哦。看来没什么问题哦。开路半神阿塔利亚 ，OK， 再继续。我在想啊，可能忍一下齁，先不要吃成，因为正式服的角色比较强，看能不能够装几件装备，然后直接吃三级成哦。309的阿塔利亚，好，先确认一下哈，我这次是耀光，所以说我要帮这个应该是亡灵跟那个半神恶魔虚空的人开路，看一下我们队伍半神恶魔虚空是哪一位。不是我输入齁，不急。1219是亡灵，还有禁火齁，禁火。好，那我就负责铺路吧。哎呀，我铺路有没有铺错啊？还是我应该从下面绕过去？1219。啊，我先连过来。虽然说我是在家工作齁，但是因为在家工作就会变成是说，
随时都在工作，所以呢，我就是晚上会比较，就是虽然说你不用早上赶着去上班啊，可是几乎就是随时处于在工作的状况下，然后晚上就会比较晚睡，所以早上大概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在睡觉。那今天因为说大家约好早上十点钟嘛，所以哦，所以就要赶快起床。啊，刚起床的话，声音就会这样子比较有点沙哑。什么说着死掉？没关系哈。哇，死掉的话是扣一点体力哈。哇，那要上谁呢？上瑟恩好了，可以瑟。哦，瑟恩跟这个狮子死对头。顺便看一下哈 ，Tony， 啊，你怎么没动？一只瑟恩行不行啊？哎呦，瑟恩好像也可以齁。来看一下瑟恩是不是需要上开个这个三红家具啊。我们的瑟恩。好，一路给他提升到包够不够。够，先提升到20好了齁，平常都有在存。然后他有需要上三红家具吗？使用无敌斩，对每名敌人的敌人首次攻击必定命中，但是伤害又不大于自己360%的攻击力。这好犹豫哦，需要为了打这个，看一下哦，我是已经把佩锦公主上三红家具啦，是可以摆一个瑟恩啦，因为平常这个券我都有存着齁，以防万一。好啦，上一下好了齁，我们把瑟恩放上去。来，瑟恩齁，反正现在也不是急嘛，现在是慢活玩剑远征。一个瑟恩，两个。好，三个。哇，这个没有加速这么慢哦。我好像不需要把它放到心愿清单齁，直接选择也可以齁。所以不需要特别嘛。好，继续放我的这个村姑哦。好 ,OK, 瑟恩三红了。这个切换速度还是蛮慢的，看一下哦，设置。我怎么没有切到6倍速。好 ,OK, 难怪怎么觉得顿顿的。好。再继续哦，众神猎场。好，然后奥斯卡。瑟恩。三红家具的瑟恩。算了，其实你重来也没什么意义啊。因为你重来的话你还是会扣一点体力啊。还是阿塔利亚比较强啦。刚刚可能可以开场先把那个冰魔给那个秒掉。冰魔随便啦。铺路，然后我们要铺到这个域外威胁一。其实我那个测试服啊，先锋服，你玩到大概怎么讲呢？一般的团哦，大概在3-4天，其实就可以把 BOSS 第一轮打完了。然后，我是说不追求排名啦，然后大概你所有的角色你都可以升到这个5-3哦。
然后就算一开始啊，你把所有的资源全部都灌给那个半神恶魔虚空啊，其实到最后面，你慢慢升，都还是可以升到这个五之山哦。怎么一直有滴滴的声音哦？好，我把路给连起来。好，我先处理一下事情哈，这个录影先暂停一下，等一下我们再把后面铺好路的这个状况给连起来。好，继续铺路，继续铺路，一路把路给铺到 BOSS 那边去。OK， 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还有大概十几格吧。哎呦，会索取的狮子还是比较麻烦一点。不过耀光还好，有给你一个阿塔利亚，还有一个拉库，一只是开路先锋，然后拉库是打王担当。但是两只真元英雄有点少，我现在发现只有两只，因为上一次选满血，然后再加上说角色没那个什么真元英雄角色练度没那么高，所以好像就是正好选个两只而已。哇，又是狮子，好，没关系，我应该避开狮子，我免得那个阿塔利亚这个一直在跟狮子耗，应该是先把除了狮子之外的全部都清掉。然后没有锁血的话，其实清蛮快的。哎啊，糟糕，又来了啊！我对到狮子了。哇，阿塔利亚的体力还够还够齁，一次只有一点而已。嘿，半神打恶魔，哦，超级厉害。一只铺路，超神！作为元老级的半神角色，哦，快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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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又是狮子，但没关系哦。好，还蛮顺利的。哇，又是狮子，又是古王，这一关很拖啊。好，最后一格了。其实阿塔利亚用来打城好像也不错齁，算了，拿它来推路好了，应该是比较省一点。OK， 好，这边就已经摆完了，然后这一路上这边都是三级城嘛，所以如果说这个半神恶魔虚空要吃城的话呢，也是蛮方便的齁，这样子。看一下齁，这什么？如果说没有装圣物的话，我记得上次我满血是没有办法吃三级城诶。这个是半神恶魔虚空的朋友，好、哦，二级城应该是不用吃的、哦，二级城应该是可以直接吃三级城。1219，那亡灵的话应该也是有机会可以直接吃三级城了。亡灵的话，等级二、哦。等级三，好，应该是要吃，直接吃等级三啦。好，新的名字哦，没关系哈。然后禁火啊，禁火大大哦、他直接吃三级城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好啦，这边应该都连起来了吧？然后这个 BOSS 也连到了。
观战，有人观战吗？好，欢迎加入观战。好，那就稍微等一下吧。等说这个域外危险打完第一个，装个几件装备之后呢，我也要一开始直接是三级城哦。好，那个影片先这样子哈，先发呆休息一下。好，发现了一件尴尬的事情哦，有多尴尬呢？你看现在已经是下午5:22，离早上8:00开始已经过了9个小时。那因为之前啊，上一个队伍哈，这个开场的话是可以直接打这个域外威胁哦。但是域外威胁的话，最好是看个人的强度哈。如果说可以一开始就是只花一个挑战的那个印记，然后就击败的话呢，这样子哈，应该是可以最省那个印记。但我们这边的话可能打得比较保守，那现在过了9个小时，然后还没有打欲望威胁，所以我也还没有获得任何一个这个战利品哦。那与其这个样子呢，不能我一开始就是先挂六个二级的，反正迟早也是都可以换五级嘛。那可是我本来想说这一次一开始就先挂三级，但是因为欲望威胁太晚打了，所以变成是说我现在过了9个小时，然后我才挂到42个那个狩猎币哦，这样子也影响到大家的这个进度哈，所以不好意思。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没有说好说要一开始打域外威胁的话，你还是哈这个非神魔半神虚空或者是这个亡灵的种族，你还是一开始占满2级城就好哈，不然像我现在就很尴尬，因为我现在我连一个城都没有占哈，因为我本来想说打算一开始就占3级城。哇，结果现在看起来反而更糟糕，可是错了就错了啦，反正就是做个记录这样子齁。好，那就再等吧齁，我这次我一定要等到这个装上几件齁，这个第一级的这个战利品，然后一次吃这个三级齁。好，那就再等待吧这样子。好，然后我们影片再等一下再把后面给那个一起接进来哦。好，大家好，我是阿天。然后过了大概5:30齁，我刚刚录影的时候大概是5:15齁，那已经打了，所以我们赶快来领一下齁。这个因为我觉得如果说齁这个没有一开始要打的话，我觉得一开始还是挂二级齁，因为这样子我完全没有贡献齁，而且我也没有给这个我们半神恶魔虚空的大大任何的这个任何的点数齁。因为我现在挂了9个小时，我的点数才是最基本的，不是不知道是最基本的什么，才40几点哦，哇，真的是很糗齁，所以不好意思哦各位队友。但是呢，领了这些宝箱呢，我应该，哇，这出现什么错误讯息，领了这些宝箱呢，我应该可以打三级没有问题的吧。阿塔利亚是开路的齁，所以阿塔利亚先不装，我们装我们要给谁啊，给光公吗？好，给光光一件，可是阿塔利亚感觉很关键呢。好了，给阿塔利亚装一下好了。而且阿塔利亚是半神呢，他好像不会跟耀光抢资源哈。海姆达尔控场蛮强的啊。然后罗万，哇，我连200都不够哎，我都没有办法这个，就算我想要花点数装也不行。但是你当然是不需要花那个点数装了，因为现在你当然是要把那个点数全部都灌给那个半神恶魔虚空的玩家。哦，这是绿玉的齁，所以应该是不会跟耀光抢这个东西哦。好，还有谁呢？雷恩，还有呢？装好了。好，行不行呢？归了9个小时，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真的糗了。来，这边已经可以开始快速战斗了。好，快速战斗，爱去哪去哪。然后我们，哎呀呀呀，这个卡住了。来，这个是三级的吗？没错。好，这个感觉上没有那么强齁。希望啦齁，然后光攻，可是它是奥斯卡诶。射你个光攻对射，好不好？光攻对射。嘿。哎呀，哎呦，等一下，哎呀，还是不行哎，糟糕了，我太高估我自己的实力了。等一下哦，不会吧？难道是要用阿塔利亚吗？好，这样子，哎，这个用光攻射还不错哦。那个佩吉公主开场就死哦，来，来一个这个这个塞西利亚，
好，佩奇公主对上你老公，唰啊！我被关起来了，我被关起来了。哎呦喂啊！我被福克斯关起来了。哎呦，这样子也不行。怎么办？好糗哦。嗯，鼠炮塞西利亚。好，这样子。这一队的话。咻咻咻咻咻！好，射下去，好像有一点点机会，但是又输掉了。风虎塔利，还是不要拉库好了哦，用阿塔利亚斩过去，可是阿塔利亚斩过去他好像把那个魅魔的位置打歪了，哎、欸，哎，阿塔利亚好，等一下，哎呦喂啊，哦，可以耶，可是还是蛮危险的哈，看来还是要阿塔利亚，哦，终于，再找，啊，男的还不行呢，哎、欸，这一个。哦，塞西利亚会切过来哦，塞西利亚切过来，互切啊，好不好？互切，射雷恩，我们欺负雷恩。哎呦，罗万也是直接被秒了。哎呀，糟糕啊！求了！哇，这真的是求了，打掉杜阿雪。佩吉公主拉库瑟恩呵呵行吗？瑟恩开场直接就不见了，不行！哎呦喂呀、啊，天哪、啊，我好后悔哦！对不起，我的朋友，我的伙伴，我以为我可以吃个三级城，这一关还有孙悟空哎。哎，孙悟空别闹了！天哪、啊，打好烂哦！这个是埃隆哦，埃隆也是完了，没有一对我有信心哦。卢米苏，好、哦，卢米苏，塞西利亚，切过去，好、哦，切过去。哎呀，卢米苏有那个图腾啊。把它救！哎，先干掉那个，来呀、啊，来一发！不会吧？独臂剑圣瑟恩，切啊！好像，哎呦喂啊！可以啦！哎，天哪！好，第二个领地哇！我要吃到全部 bug， 可能体力还不够，没有阿塔利亚还不行嘞。这一关的话是墨佐，哎，不行哦，这一关是有莱卡，莱卡会加速哎，没信心，哎，没信心。这一关的话，好试试看，后面不会动。射后面，刷，哎呦喂啊！我觉得差一点点呢，把射恩换掉，换成罗万可不可以撑久一点？抢罗万撑久一点，罗万开个大招。哎呀，罗万也挂掉，等，哎呦天哪，罗万也是撑不住，那换谁嘞？佩吉公主应该也是直接被秒，这样子，然后罗万在这个地方，啊，糟糕，这样子不行，塞西利亚切过去，没有人帮我挡住狮子，这样子，塞西利亚。好，再试一次，
浪费三点体力。对不起，跟我同队的，我打好烂哦。哎呦喂啊！哎呦，我觉得好像还是不行。啊，如果分两次打呢？刚那样子分两次打应该是可以啊。可是分两次打感觉很亏啊。孙悟空嘞，后排三只不动。可是孙悟空又会把我的这个光光给关起来。少了一些关键性的这个角色、哦。女仆、塞西利亚、啪啪熊、色老鹰，我们先把老鹰干掉。好，这样子，哇，直接光光，直接无视我的塞西利亚，然后切过去把光光干掉。哎呀喂呀，糟糕了啊！真的是怎么办？好，现在知道还是没有办法直接吃那个三级城哦。试了半天，行吗？有风虎塔利，他又俩攻啊！这个是瑟恩切过去嘛，对不对？射老鼠，哎呀，风虎塔利，烧过去，完了，他现在是锁血中，他锁血结束了没啊？糟糕，挂掉，可以吧？好，我们四打三行不行？我省一下阿塔利啊。我的瑟恩死好快哦！好，风虎塔利还没开大就被解决。啊，天哪，天哪，这样太浪费体力了。我现在，这什么东西啊？猎团奖励，精英级。哦，好。三个，好久哦。三个，然后上面还有三级城吗？好像没有了齁。下面好像也好像你要占到八个三级城也不够多齁。那这个地方呢？稍等一下哦。哇，狮子戴蒙，这个看来也是没办法。这个可能还可以，哇，我觉得啪啪熊哦，罗万给你丢了，我好逊哦，这样打了超没有成就感的，啊，我的光光已经死掉了，为什么不行啊？哎呀，糟糕！光光是不是死太快了？可恶！光光射下面，然后阿塔利亚斩希拉斯，斩小羊都可以，都抵抗哦！射！哇，不行！论炮火的话，比不过那个伊莎贝拉哦。好。既然你那么强，我的阿塔利亚先打你，先干掉了齁。你的死亡一指太可怕了。可以了吧齁。伊莎贝拉太强了。不要说这样子五打一还输哦。要烦死人了。好 ,OK。好，光阿塔利亚都已经没体力了。
好，这样子站了四个层哦，但是我已经精疲力尽了。就是一个就是一个球啊，哈、哦，这样子。接下来的话，我觉得埃隆哦。埃隆切过去，好，试一下，试一下。哎呦，让我的海姆达尔开啊，让我海姆达尔开个大招的话，他的大招威力是很强大的啊！开大招罗万，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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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哎呀，喷水谁了？喷水谁了？好，拉库拉库，靠你了！我是309的拉库啊！啊，碎碎碎碎碎碎碎，哈，碎碎碎，这个碎，这个碎，哦，这个有碎，这个有碎。好，那我已经极限了，可是我把我的体力消耗的好难看，天哪，这样子我还能打吗？应该是没办法了哈。好，所以这一次应该是打很烂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啦，打。怎么你要打到这个最终齁，就是英雄级是不是问题啊，可是就是给大家看一下齁，打超级烂还是无脑一开始吃二级层，然后慢慢睡觉，然后直接二级层直上五级层就好，包括像这样子实在是我浪费了这么多的体力齁，所以这个跟队友说一下真的是非常抱歉齁，因为我以为我的这个角色的实力啊有办法，就是只装几件装备，然后就可以直接吃三级，看来是没办法。好，那影片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观看，那我是阿天，我们再见，拜拜。